他得到了，你要怎么样庆祝？送他一个爱马仕包包。哇，天价的！其实他今天是最轻松的，因为他的答谢词已经写了六年了。对，他们两个一出现，一股浓浓幸福洋溢的婚礼气氛就会紧紧跟随。没错，他们就是以婚礼歌手节目入围综艺节目主持人奖的黄子佼佼哥和露露黄露子英。佼哥，佼哥，露露是你的爱徒嘛，对不对？他今天晚上非常有可能得到他人生当中的第一座金钟奖。如果他真的得到了，你要怎么样庆祝？送他一个爱马仕包包。哇，天价的！真的假的？我那么爱他，那么疼他，而且又低调得哎。你今天晚上，其实他今天是最轻松的，因为他的答谢词已经写了六年了。对，我还比较紧张。天哪，爱马仕包包不是开玩笑，有七位数吧？没有，我是买小费包，小的。小费包更贵，很贵。小费包是最贵的。有录影存证，有录影存证哦。全世界都知道了。天哪，那今天焦点绝对是露露了，因为你已经入围了八次。谢谢，我不小心笑出来。那今天又是双料入围了嘛，对不对？那你有没有信心？应该是在有啊，有到不行哎，冲着爱马仕要得奖吧？真的哦，我都不知道你来这一招哎，要，我会得奖哦，一定要，加油加油！我觉得已经势在必得了啦，对对对，因为几率问题，对呀，我怎么有幻觉？这是包包吗？对对对，已经在前面了，伸手拿就拿到了，帮我 P 图，没错，我以为他拿得到哎。我也想看。不过既然要幻想的话，我们再幻想一题。好，露露，如果你们因为主持这个婚礼歌手嘛，经常会看到人家请了一些婚礼歌手来。如果哪一天你结婚的时候，你希望你的另外一半替你请到哪一位来当婚礼歌手？哇，我还真没有想过。先嫁得出去才行。对，我要先找到另外一半。我喜欢你，我要先找到另外一半可以嫁。然后你刚刚说，我还真的是没有想过请谁来比较好。但我想说，如果万一请到这个人来，我真的会吓疯。谁？千万以后不要请宪哥哦，因为他会带卡拉轰天雷来唱歌。所以你是帖子也不发给他？会啦会啦，爱他爱他。讲说不要请谁，但其他人都可以的，除了宪哥之外都可以。对，除了宪哥，其他都会很惊喜。没有啦，我有一个很老的朋友，最近要复出，叫干雕龙，很奇怪的一个角色，很怪。好了，都爱他。这个来婚礼太开心了，宪哥。不是啊，希望你们今天真的能成功敲响金钟，像婚礼的那个。好，谢谢，有刚刚我真的不知道那个焦哥来这一招哎，居然说我如果得奖的话，我会获得一个爱马仕的限量包包。没问题，但通常定了之后要等五年。没关系，我愿意等，反正金钟奖我也等了十年，对，不差这五年。对对对，所以今年是非常有信心的，谢谢大家。